大地那个得奖了，他多少奖金是多少？得冠军了吗？大地不是得冠军了吗？我不要减肥，我不会减肥的。我虽然脸圆，但是不代表我胖啊。我不喜欢吃葱，我不喜欢吃那个葱头。谢谢周大人的酬勤，谢谢。你们看着我吃，我还是会吃得很慢的。我吃饭本来就很慢，我今天没有啃，没有直接拿手啃骨头，已经很给你们面子了。哇，谢谢谢谢做到人的鱼丸，谢谢。刷屏肉，哈哈哈哈哈，这个刷屏好开心。肉，你们没吃饭吗？你们吃饭了没有啊？徐肉。你们看直播不吃饭吗？这个点是吃饭晚饭点吧，不过晚饭点已经过了。嗯，没有会吃饭啊，吃不起，吃完了就看熊爸去。没吃完的，没吃饭的快去吃饭，没钱吃饭的快去赚钱吃饭。不奢侈吧，饿死吗？男女月入百万，熊大说的对，我每个月赚的钱全被我吃光了，我赚的钱全部被我用来吃了。你们要去看熊大呀、啊。